先生，这里面也有您喜欢的款式吗？我再看一下。那你知道你女朋友的指纹吗？嗯。好的。稍等我一下。好。我都说了今天有重要的事情，不去公司了。出事了。陈东今天宣布即将上市的那款游戏，设定和旋中机基本一致，而且他们还专门提到，这是一款能够无缝衔接64平方公里的超大世界 MMORPG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们不可能做出难度技术这么大的程序。公司内部，有谁能接触到这个程序的源代码？完整的代码只有我们和几个核心的程序员接触过。查，查到是谁泄露源代码，立刻起诉陈东。现在最要紧的是一机那边，他们要求我们除了赔偿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，还有赔偿合作期间所造成的时间成本亏损。舒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玄中记的程序是你偷的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。老同事见面呀，难免有很多话题聊。不过今天我们还是聊聊正事吧。我看，我还是先走吧。